别挡了，杀人杀人！30秒到达战场。我搁拉美卡里头了，给他卡死，卡死一只莫干拉。我将得到重生。太惨了，莫干拉。全军出击。咋不笑呢？完了，这鸡被变哑巴了。很傻，很天真。哎呦我操，摁错了。开盾了就算了。千万不能被他们抠着啊！我梦到了纪元的故事。我一个小平雷变蛋，你有蛋吗？你没有，我有。一些古老的东西在角落。先吃他一个塔皮。再吃他一个塔皮，给你一个亿，平雷。哎，这冰击电刑咋没触发呢？刚才。莫干辣根本就打不着我们，前期啊。哎呀每片雪花都有它的意义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。我感觉莫干辣打的冰击不太好打。他推线没我们快，而且他的控制吧也略微没有我们太稳定啊，他有虚弱。哎，原来你带的是虚弱，莫干辣，我小瞧你了。凛冬之风指引着我。没了。
还有没有莫甘娜了？你想从这个地方 Q 到我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哎呦我！你给我死！鸡鸡们，一会儿可以中路团一波了啊！一会儿可以来中路集合了。插个眼儿，回家了。来个美甲窃魂卷，等他们上下路推完，我们就可以中路集合了。哎。展翅高飞吧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一些古老的东西在角度，没有莫甘娜过来，我们就给他推没了。完了，哎，还好啊，我有弹，你给我死，我有弹，你有吗？我本以为完了，我没想到啊，并没有完，我先回趟家。我直接来个女妖，他们不绝望了吗？啊，我们直接来个女妖啊！传送，墙隔住 ，Q 一下，我堵住，谁也别走。哎，这有个莫甘娜，怎么回事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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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围住他们，围住他们！来来来来来！完了，我没有弹呐！哎呀，他跑的有点快。AD 老母鸡，哎呀，变蛋了，蛋碎了。失败了，兄弟们，知道因为什么失败了吗？一盘散沙，不听指挥，跟我来，我们堵他们一波。完了，投降了，靠！